那周洋是一个咱们频道的一个游戏主播啊，没点关注，谢谢天籁哥的锦囊啊，谢谢芒果味的脚趾缝的拥抱春天啊，然后的话他自己啊买了个帮派点修炼啊，他应该是帮主，现在变成玄武堂堂主了，人修全满，宠修自己没事每天天天点，就跟我以前的三刀一样。然后呢，这个号每天给大家直播日常，直播造钱，基本上一天亏2000，今天可能要休息一天，因为今天亏完了，可能要休息2天，明天得亏完了啊。然后平砍出发落叶消消套的花果山啊，这个号大概多少钱？周洋，我给你算一下啊，129底子全满的号大概是一个14000。你的号有锦衣有祥瑞，可能是一个16000，加腰带的话可能是能到19000，19000加鞋子的话应该能过21000，21000的话项链有属性比较好，项链加帽子综合装备的话应该可以达到一个30000的级别啊，30000的级别你的零饰是特别好的啊，这样的话就能达到40000加，全号的话大概是一个50000多块钱吧，我这么一看的话大概是一个60000左右啊，来。平砍2300，建设1700，再来第二下平砍，第一下没有波澜，再来平砍一下，加建设，这下是赤月攀，这是三下，平砍一下，哎，连击卡怎么感觉不触发呢？啊，这是又触发赤月攀，一下加建设等于两下，触发落叶萧萧等于三下，啊，然后这是连击第四下包必杀等于5下，再建设6下。再落叶萧萧套啊，然后再赤血攀，然后再花果山的第二下啊，哎，兄弟们，这次他打了几个平砍建设落叶萧萧，再平砍建设落叶萧萧，然后再赤血攀啊，赤血攀要再触发落叶萧萧，刚才效果就很好了啊。